小小年纪就如此幸运，出手还这么好，真是难得的可造之才。是你拍卖会那个切忘恩负义的小鬼？你就是那个魔女人。牵拦着妩媚如昨的荒唐。你觉得这位仙子姐姐很胖吗？就是有些地方苗条，可有些地方很胖。姐姐你可听到了，她说你好生呀、姐姐好可怕，砸坏了东西可是要赔的。什么话，那么多好东西我可都留给你，这么冤枉我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给你个补偿我的机会，请教训的胖子如何答应你可以把他带回村里做媳妇。我与他修为差距如此巨大，你那么想害死他，我能有什么坏心思？干杯。